觉得我爸做最好的地方是他很会给我空间，这是很多家长做不到的地方，这样，因为我觉得这点我很感谢。我从来没有停止爱他过，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是我的最爱。我对我妈我真的蛮失望的，是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，然后后来也被我家里律师证实我爸的确有做这件事情。爸，拜托不要偷鸡摸狗干这种事情，你有种你好歹你直接跟我说嘛。但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件事情，就是很多人讲说什么慈母多败儿啊什么之类的话，我都觉得我真的是蛮冤枉的。慈母我承认，那我不认为慈母就一定会多败儿。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心头肉。其实我儿子是从小是都是我在管，我在打，我算是一个很严格的妈妈。大家都以为我很宠儿子，所以我很难辩解。你说我爱儿子，我承认；说我宠他，我不承认，不解释了。其实没什么好解释，随便，反正我也被骂习惯了。他，我一直在避。我不是说只有我个人避，我包括小孩我都在避。当然，那个小孩实在让我太懊恼了，我就不懂为什么。他见他爸爸的时间太很少，可是他就很爱他爸爸，会产生一些那种很不舒服的那一种感觉。对我来讲啊，可是我觉得，当然我必须承认，我有一点自私。我为了不让自己再痛，为了不让自己不舒服，所以我选择伤害我的小孩。我的伤害，应该讲说，当他想念爸爸的时候，我根本 don't talking， 不谈。我完全不谈到他，他看电视我交代佣人不能让他看到他爸爸的电视。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不要去碰，我不要去讲，我就好过多了。那这一次是因为老师，就是我儿子的老师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讲孙华最近的情绪并不是很好。他说他在学校就含着眼泪，然后抓住那个静文老师，就维格的那个静文老师，我好想爸爸，可是妈妈常常跟爸爸吵架，都不让我见爸爸。不信，当时我听老师这样讲，我愣住了，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怎么了？从头到尾就只有怪他娘啊，没有怪过他爸爸，就常常怪我这样子。那我就继续听。干嘛撇树啊？然后我就继续听，那老师就讲说，孙婉含着眼泪说，他真的很想爸爸。他说我要去抢洪宇谦他爸爸，洪宇谦就是他的同学，要去抢人家的爸爸。然后那个金文老师跟我讲，妈妈，我不知道你跟爸爸的状况如何。可是因为孙华从2岁就上，4岁开始上维格，刚开始他不会去提爸爸，他一直迈入5岁的时候，很奇怪。我觉得他跟他爸爸根本我没有让他们碰面嘛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。你想象没那么亲，对，因为中间有大概1年多我没有让他碰面。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爸爸，这是我完全是没有办法了解。而且我给我儿子是满满的爱。我不懂他为什么还会想他爸爸。今天如果我当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妈妈，可能他还有那个空间去想他爸爸。我觉得我已经牺牲掉我所有的，除非他8点15上课到4点半下课这段时间才是我自己的时间。我连打球都不打了，因为我觉得当儿子回家，我一定要迎接他。除非我 work 就是工作，有工作，不然我一定在家迎接他。那每天我一定跟他讲说，儿子爱你，爱你儿子。那我儿子一定会讲爱你妈妈。可是我儿子很奇怪，他在我面前他会提，可是当我不回答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再讲。他结果他把这些心声都去告诉他老师。我当时我在上课，我就跟那个英文老师，我听了真的很难过。我说好，老师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会处理这件事情。我挂完电话，我上去上课。我那2个小时，我根本没有办法上课。我上课本来上2个小时，结果只有上1个小时。我就跟我的英文老师讲说 ，sorry， 我真的没有心情，没有心情。而且在这之前，他还传简讯给我说他要看小孩。那我还故意跟他讲，因为这个礼拜我要带儿子去高雄，所以我只好对不起你，不好意思。哇，才刚。这个才过没有几天，就老师就给我这个讯息。
那我上课就很慌，我觉得说我口口声声说我很爱儿子，我很爱儿子，可是我事实上我有做出在伤害小孩的那一种行为，我为了我个人有一点自私，为了我不想去面对他，然后我有点我不懂，我不知道他已经长大了，我突然间觉得他好像长大懂事了这样子。那我他应该记得，我就两点多我就打，就马上打电话给你，他还在睡觉，然后一两点我忘记，我打给他，他还在睡觉，我说啊不好意思你在睡觉，不然等你睡醒了你再打给我。他马上讲说我没事，你告诉我什么事。我就跟他讲说你明天有没有空，明天我让儿子不要上课，你礼拜刚好就是礼拜二那一天，我说明天我让我儿子不要上课，你回来看儿子好不好？好啊好。他就马上好啊好啊，他好像我干嘛也干嘛在演呢，比方说没带劲我过完电话以后，哎，这人还在演啊，所以他有了是说 OK 啊，是不是因为要看小孩的关系，当然我有一点点开心了，这个爸爸算是不管他再怎么小孩子脾气，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他尽责，很尽责。我都没有想到他是一个这么尽责的小孩，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根本就是只爱他儿子，也不是很爱我这样，所以我有点嫉妒他们父子啊，讲真的。对啊，其实这个话也是昨天你有跟我讲嘛。我昨天在打球嘛，说你只想你儿子，你都不想我。我说我也想你。我说你只爱儿子，不爱我。我说我都爱。可是你最爱的是你儿子，我是排第二。然后他就回答我一句话，说你不也是一样？我说你错了，我是因为很爱你才这么爱儿子，所以他就当时就蛮爽的。你看我们儿子这样子，一下子就七八岁了。对不对？再接下来就十几岁交女朋友，女朋友交了以后马上就要结婚，很正常啊。结婚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跟他老婆万一吵架的时候，你这个做搭给的怎么办？他开玩笑，我是有智慧的搭给，我当然是帮媳妇儿哦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，因为你一定要对媳妇儿好，媳妇儿才会疼我们儿子，儿子才会有幸福。我挑你的。可是我觉得依你的个性不太可能。我什么个性？你这么疼你的儿子。我什么个性？我就是因为很疼儿子，所以我一定委曲求全，喜欢媳妇儿，永远都媳妇儿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是赞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节目可以当证，没有问题，我可以跟你签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譬如说他二三十岁，他交女朋友的时候，他劈腿，你们怎么办？你们会不会管？会不会骂他？你们待会回答。你讲。女儿。你的儿子如果劈腿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我儿子。跟他老爸一样，把他砍了。我想儿子教育的问题。因为儿子如果会劈腿，表示是爸爸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爸爸，如果你不会劈腿，你儿子就不会啊。你把他教好，他就不会劈腿啊。那如果你对劈腿观念是对的，你认为劈腿是对的，他就会劈腿，那就是你啊。你教不好啊。你们觉得？不是先来吗？不是，你们觉得嘞？是不是我的问题？其实应该不是的，因为看。很多哈，爸爸，你怎么去问男人呢？你怎么不问女人呢？男人当然觉得劈腿应该，他交往都一次可以五个了啊。那不是嘛？我们所以他现在这么担心女儿的原因就在这，他真的是怕报应。不是报应，冷静，冷静。觉得儿子学坏跟爸爸无关。有关。不能说无关了。对啊。但是也不能说完全都是爸爸的问题。儿子劈腿是我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好。我接受，那我再问你，如果我们儿子被劈腿，你怎么办？我把对方砍了。在这里，我要跟你讲，其实不会，老婆永远是老婆。对啊，像我们那时候儿子还小，我们就没有分房睡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一起，因为他不准，连出国，如
如果进到饭店，我看到那个床是分开两张床就翻脸，我一定要一张 king size， 真的翻脸，一张床，就算跟我儿子，我都觉得我们三个要夹在一起这样，至少那个线都牵住。那我觉得分开太久会，我会变习惯。像有些人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是睡在一起，后来可能因为老公会打呼啊，或者是老婆睡眠比较浅啊，然后就协调一次，然后分开睡。第二次再分开睡，第三次一个礼拜以后就变习惯，就像我们减肥，20天以后就习惯了。你这20天没有跟你的老公或者老婆睡在一起，你也就习惯了。那以后他就跟别人睡啦。其实小孩真的要自己带，他那时候跟我讲说，小孩自己带啊，可以造成人家无法去分割你们感情的那个坚强的那个基础。这是我非常坚持的，因为当初我妈妈也要帮我带，要带到台中去，我一直跟他讲我很坚持。虽然我们两个都是在工作，可是我说。我宁愿请佣人来家里带，我们至少早晚我们眼睛都看得见，那一种培养感情。我觉得小孩也是跟狗一样，你对他关怀多少，他就爱你多少。其实是要付出的。妈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你小时候我就跟你在一起，你都忘了对不对？我那时候跟妈妈一起主持节目。哎呦。对，所以我还喂你吃过饭。哎呦，就差没帮你洗澡。有这一回事，我知道。有，很小，那时候你好小，好可爱哦。哎呦，今天夫人有来吗？迪英？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姐也无来呀。咱来问囡仔啦。好，跟老爸感情有好啊不？哎。来，安佐先说了。我觉得还行啊。他有时候就是我可能在自己房间的时候这样子，因为我比较宅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会突然跑进我房间里面来闹我这样子。直接把我那种被子直接掀开的样子，看里面有多几个这样。对，看不是这样子好不好？看有多几个，然后是不是女的？是，这个很重要。他有要分清楚。哎，呦，爸爸跟原来是用朋友的角度在相处的，所以感情算好了，一定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也可以了解说，你爸爸可随时可以打开你的房间进去，不能锁哈。我自己是没有锁的习惯的，通常没有锁。安尼感情深厚，对啦，随时欢迎你来参观比稿。哎呦，那就比稿。你讲很贵，这像那个长得都无同款。不是很贵，这像这个像这个像这个像。那时候比不准啦，是哦，对呀。你很老，别让我替人家恭维啊。安佐，丢啊丢啊。哎，你爸呢？你觉得他标准吗？标准在家里面是不是一个模范呢？模范吗？是，我觉得这种是要看是什么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爸是那种变化多端的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变魔术的爸爸，对，你就很难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样。有时候他可能很正常，有时候又有点嬉笑嬉笑一点这样。哎呦，对，用闽南语来形容了嘿。我是觉得不错啊，算应该算是标准标准的，他不会到太出格这样。嬉笑起来会打妈妈吗？不会，都是妈打爸的。好好聊天，你还要回家哦？你不是来爆料的？我是没有关系，你还要回去见你妈哦。银幕啊，我说谢个银幕啊，我低音卡大脾气我败了。哎呦呀，高跟鞋贴也听过 Ken 呢？你被打过吗？我不是用高跟鞋被打，是拿别的高尔夫球棍。哇，进阶版了。要修来了。咱都要讲新二代一定要给他功夫。第一关就是要靠讲，因虽然是别个，但是对对方了解了，了不了解？搞无物件传起来。第一题准备，第一条请用手臂对噻。请问爸爸的尺寸有多少？哎呦我的妈！什么东西尺寸？你这个应该叫妈妈来啊，叫猛人家被哪里在那？没有啦，大概修修这的脚的尺寸。哦，脚的尺寸。来来来来，用写的，用写的。脚盘来，卡盘卡盘，他穿几号鞋啦？对对对，还是几公分啊？这个要真的非常了解。平常有没有在帮爸爸买鞋子？我来背 A 有没有贴心哈？来，26.5，眉毛9，这是 US 九的。26是8，就是8.5，那是9。哎呀，差个0.5差不多啊，差0.5好不好？差不多0.5而已。这个是日本 size， OK。然后 US 是8.5，我管你。这条能弄，能弄。那第二个先挖了，好，了。来第二题来准备。来，第一题都没有答中哦。来，请翻过来。来，题目是，请问儿子的初吻是几岁？来，各写各的，请计时。这会知道吗？
这个来猜哇，这个爸爸看着那个月下老人，节目是在搞儿子吧？儿子会回家会讲吗？不一定啊，我也不要听他讲。父母亲啊，是了不了解儿子，他的进度到哪里了？安卓，你现在几岁？二十岁。二十岁。二十岁。哇，好来来，我们先看孙鹏跟孙安卓的一来一二三三。去年2019。哎，那你19是19岁。19岁。哎呦。对，去年。正确答案。去年。哎。去年刚满20，对。安卓是回家有报告吗？行啊，你也在。没有报告啊？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因为我知道他去年才交女朋友。哦。他去年之前没有交过女朋友。哦，确定。他追过女朋友都没有追到过。OK。所以去年之前都跟男朋友在一起。男朋友也没追到。这还是回来追女朋友。因为他其实他在高中的时候、国中的时候都有喜欢的对象。哦。可是他比较不会表达。没有成功。对。然后呢，经过这个留学回来之后呢，然后就开放了。哦。就知道怎么追女生，去年就追到了。哦。第三题，请问你儿子？他在国中的班级是几班？因为有的是 A B C， 有的是甲乙丙丁，有的是010203。这个连我都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，来，哇，我们孙先生想了很久，国中到底有没有参与过孩子的成长？什么班？这个蛮难的。完了。什么班？就是不懂的点。我你刚知道，但是问我讲，恁囝国中我唔知对这班，我唔知，我唔知啊。哦，这个没有很严重。嗯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答应他老婆说，今天我去接儿子，结果去到晚上9点还没有回来。因某看你讲，啊，你哪会回来？我都接无阮囝，恁囝今麦读高中，然后他去小学那边接他。今天呐，来四个人同时关心呐，三秒钟之后来，一二三，关。啥子？一个勇班，一个信班，一个六班，一个五班。哇塞，不是这一题太难了啦，他们都毕业很久了，没有真有印象啊。对，而我从来都没有在信班过哎。爸爸，信班到底是谁的小孩啊？我记错了，信班，我为什么会记到信班？因为他喜欢那个女孩子是信班的。啊，你看，亲家啊。为了林建国开始转，是不是一定要转过去啊？因为我也想平安回家。这个处罚，这个我看不懂。这个处罚叫做董柱拜观音。来来，那个安卓，那你爸既然都不知道你念勇班，是不是来跟你爸勇一下？是，看用哪一支来处理一下。我觉得这针筒好够粗，够粗是。对，就是针筒。跟你感情？你儿子是念建立的，不是？我要验一下 DNA 了。一贝贝，十秒钟，你帮我拿个麦克风吗？好，帮你拿。一贝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近一点。那也帮我拿个麦克风啊。那斜一点，我抓住，近一点，这样吗？十秒钟计时。哎，等一下，手给你抓住。不是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左哥，你听我讲完，我是你亲生父亲，记得亲生父亲。你是热的吗 ？Are you sure？ 一起修呀，修修修！来来来，周平帮他抓住一下，来来来，鹏哥，我跟我你家都领进了呢。一、二，不要太认真啊。三、五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周哥。安卓还一直追，你知道吗？鹏哥一直闪，安卓一直跟进。做事情就是要认真，不管什么事情都一样。你免怀疑，立马。你真正吐嘞，我唬你啊！各位亲友，归关停蕊。来，安卓，安卓，你爸爸今天对你的这样子付出去，你有的心得是？有，我觉得我对他另眼相看，这样子，不知道他是会为了。就上一个节目那么努力这样子，第一次看到这样，对，虽然刚刚表演的时候他没什么出场机会这样子，不过没关系，至少我帮我拿衣服这样子，嗯，也不错，哎，有尽力了，有尽力了，会不会聊天啊？好嘞，再这样我也是你爸，今天给真金感动了哈，父子之情啊，那表露无遗，有个很特殊的仪式是哪里在不？哎呀，是，我刚刚讲吼，嗯，这个囝对老爸啊，其实。啊，辛辛苦苦个安尼念念念，才出大汉。所以，其实，在有很多宗教的仪式里面，这个爸爸都是坐着，然后呢，儿子呢拿着呢这个脸盆水帮爸爸洗脚，就有一种传承，有一种呢在你膝下呢是愿意的回敬的这种的父子之情。是，来是，够起上去哄得，够哄得，有无？
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师傅跟老板是同款的，哎，红地红地了兼洗卡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边洗澡都可以，洗澡都可以，洗脚洗脚洗脚。来，奉茶玉竹感恩大会敲锣。来，现在请儿子向父亲红地。哇，感动的画面。哇，喝茶，对爸爸说话。安朵，左哥，左哥，哦，我好，左哥，我先喝茶。好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一起倒下面好滴滴嘛。这是什么？苦茶，苦茶。你那是什么？我这个很香哎。那你为什么是苦茶？我已经设这个局已经设超过十年了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退会了，退会。你设计十年，那个为你好，健康。为什么？哇，退会了，这林龙吼，来滴我滴龙 QQ 等于。你今天又拜我观音，又给我喝这种茶，这叫感恩大会、祈福大会，就是来报恩的，是是是是啊。来，安卓，请说话。啊，我觉得，老实说，我应该也不太是那种会说那种太感人的话那种人一样，但我觉得我爸做最好的地方是。他很会给我空间，这是很多家长做不到的地方。这样，因为大多数的家长，至少我知道，其实很会限制自己小孩子，甚至限制他们想做的事，限制他们以后的工作。但我觉得从小到大，一直以来，我爸都不会像那样子。他会给我很大的空间，让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，让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人。这样，我觉得这点我很感谢他。这样 ，OK， 来，兄弟啊，各位谢谢。你敢袂记得你甲老爸老母洗过几间卡？可能一摆都无。嗯。那今天给两个年轻人一个机会，替爸妈洗脚，这是多么神圣的事情！哇，真的，这真的无限的神圣。是。其实呢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爸爸每一步就是为了这个家支撑得起来。来，小孩子对于老爸老母的感恩，你等于拿别观众边看了，感觉有感动，等于买晒讲啊，爸爸妈妈，我帮你写起来。难得的机会。来洗脚，请开始。来，可以。好啊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冷静，快骨折了，冷静。那个各位，你们要不要让小孩子去健身哈？你们想清楚，什么都很有力，冷静，冷静，好。哎，顺便脚底按摩就是啊。我哎，我真的真的第一次，真的哦，难得第一次哎。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我第一次他这样。那个安卓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听阿北讲一下。哎，你爸爸也是肉做的，对不起，受该。对啊，哎 ，OK， 我第一次在这个录影哦，对我儿子讲心里话。从安卓到这个人间，我看到他第一眼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停止爱他过。每一分每一秒，他都是我的最爱。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在他的这一生中哦，可以尽全力去爱一个人，然后爱到没有自我。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，那是一种很棒的感觉。Okay. 很棒，我爱这个儿子。怕起来不爱。谢谢。好，五官安装哈。太棒了。老爸当年一本公斤啊，世界可以越来越宽。希望经历更加多，但是不管是困难，不管成功，不管失败，是大人永远在你身躯边。外面的世界有多阔，老爸心肝都有多阔。外面的世界，来，掌声鼓励。